全城矚目，由九大发展商合力打造的前启德机场跑道区 Park Peninsula 的头炮项目 Miami Key One， 无论景观和配套都是顶级。想体验环海绿洲的绿色低碳生活，即刻跟我去看示范单位啦！参观前记得留意翻 Miami Key One 实际楼底比展销厅更加高，发展商贴心安排这个镜像，大家就感受到真实 2.95 米高的高楼底啦。准备好就先去看看这个433平方尺的两房单位，客饭厅方正实用，间隔分明，可以灵活设计摆放家私，而且色调高雅，还设有特色墙，尽显屋主高贵品味。Park Peninsula 三面环海，露台当然是一大重点，单位向东，落地大玻璃窗，露台和工作平台二合为一，令屋主可以享受更大户外空间，弹住咖啡，全方位欣赏启德景致。厅房同向，加上主人房的玻璃幕墙设计，同样饱览无敌景观，空间亦非常阔落，放着张大床亦都预留到高身衣柜位，冇得弹。L 型开放式厨房超罕有，配有明火煮食炉，最贴心的是这个木纹砧板，可以做埋星盘盖，一物两用，超方便。浴室装饰墙是水磨石的石纹，配上黑钢手柄，加埋这个木纹浴室柜，尽显型格品味。再看埋这个661尺三房一套的单位，一入门口就有鞋柜加储物柜，加分！哇，是大约 5.6 米超长客饭厅啊，劲吸引！客饭厅连接埋露台，可以望到 Inner Harbor 同户外泳池景，空间感、采光度、通风通通 level up。厨房是 L 型设计，仲配备埋德国名牌 Miele 煤气煮食炉、蒸焗炉、微波炉，双星盘设计，生熟食物同厨具可以分开摆，咁就食得安心又放心。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餐具盘，细节位都做足，超加分。同样是厅房同向，主人房够晒大，放张 king size 床都没问题，够晒气派。最后看埋315尺一房单位，不要看小它是一房啊，客饭厅同样分明，插梳位亦都贴心配备 USB 插头，紧贴都市人的需要。开放式厨房由木纹框分隔，保留空间感又提升设计感，还有 Siemens 雪柜和洗衣机、干衣机，正啊！留意翻，连一房单位都有名次设计，在 Park Peninsula 都算少见。又嚟到万众期待的会所啦 ，Club Miami 一定不会令你失望。超过75000尺临海会所，连同艺术园林，由国际顶级室内设计团队 GA Group 设计，洋溢浓厚的艺术气息。即刻跟我去看看啦 ，Let's go！ 24小时健身室 Mia Gym 设有实况互动蛙艇机，场景参考翻 Miami， 一边打机一边做运动，动力都大啲，冲啊！而这个多功能健身器就可以锻炼平衡力，保持完美身形和线条就靠晒它了。我想我要再练习一下才得。会所有约50米长的户外临海泳池，游完水坐在这个 Cabana 度饮翻杯，真的好像去了 Miami 度假咁啊！咦，呢架古董车颜色和外形都是 Miami 的经典车款，超型！即刻打翻张卡，铺上 IG 先。会所还摆满国际艺术家的创意雕塑，这个车厘子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了。想体验 Miami Key One 高雅品味生活，即刻来这里展销厅看看吧。